Due to the outbreak of Ebola virus in West Africa, a few confirmed cases of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some areas of the world, and psychovirus infections in countries of South America, Pacific Islands, and Oceania. If you have traveled to any of these areas in the last 30 days and developed any symptoms of fever,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rash, muscle and joint pains, vomiting, diarrhea or bleeding, please contact the local Port Health Authority upon arrival. Thank you for attention. <音><音>各位乘客根據中國政府的相關規定，年齡介乎14至70歲的外國乘客 入境中國時需存留指紋等生物識別信息。外國旅客在落機後請按照指示前往就近的指紋自助採集區採集指紋，然後再前往邊檢要求辦理入境手續。如果你拒絕留存指紋，中國邊境將根據中國法律規定不准入境。持有具外交效力出入境證件同過境的外國乘客可以免留指紋。有任何疑問請於逮捕後向地勤人員查詢。 由於伊波拉病毒在西非部分國家爆發，於中東及其他部分地區亦出現少量的中東呼吸綜合症個案，同時在南美及大洋洲部分地區亦出現大咖病毒的感染個案。如果閣下喺過去30日曾經到過以上地區並出現發燒、咳嗽、呼吸困難、皮疹、肌肉、關節痛、嘔吐、腹瀉或出血等症狀，請於入境大堂與檢疫人員聯絡，多謝各位留意。 根据中国政府的相关规定，14至70周岁的外国旅客入境中国时需留存指纹等生物识别信息。外国旅客下机后，请按照指示前往就近的指纹自助采集区采集指纹，然后再前往边检现场办理入境手续。 若您拒绝留存指纹，中国边检将依据中国法律规定不准入境。而持有具外交效力、出入境证件和过境的外国旅客可以免留指纹。如有任何疑问，请于抵达后向地勤人员查询。